参加工商杯男子乙组的球队一共有12个队，多半由学生和新人组成的。他们都是由各公司行号和商业机构出面支持参加比赛。今天下午，星光以59-46击败了建达，五洲体育以67-59战胜了中国工商，大同以54-37打败了居光。一向以提倡棒球的合作金库也组成了一支合库篮球队，他们以71-42大胜蓝训蓝队。而今天获胜的五洲、星光、大同、合库四个队已经取得了决。